你们知道什么歌不能跳吗？比如说有一首叫做街度，广州跳不了，金海嘟嘟嘟嘟嘟嘟嘟那首歌，本来我都想好要跳来着，但是广州不给跳。天哒哒哒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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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街度是一直不能跳，除非改词儿。不是公演的问题。所以得想换其他什么歌。街度，天哪，拍的有点久。是啊，这首歌老帅了，天哪！我看老师跳的版本，我整个人都边跳边那里喊一个草，这衣服一天呐，我的天，现在我太帅了，就可惜跳不了。然后得全部改词儿才行，然后全部改词的话，就觉得这首歌的灵魂就没了，就没那种感觉了。就算了吧，之后有机会在巡演的时候就再跳吧。就比如说在川渝，或者是在上海，如果什么有机会在别地方巡演的时候再跳呗。别笑，真的，我最近看很多那个老师跳的，就很多公演版老师的编排排练室，我就真的是边看边惊讶，怎么可以跳得这么好？是呀，不能报这首歌，好慢哦！这个点是不是没人玩啊？我可能太晚了，看来第五只能白天，就是吃饭点的时候玩。现在太晚了，嘟嘟嘟嘟嘟嘟嘟，你好。烦的呢，这都第五人格，每次一匹配个差不多5分钟左右，玩一把10分钟没了。现在真的太少人玩这个第五人格了，所以现在有时候会遇到一些还玩第五人格的粉丝的时候，我还蛮惊讶的。当什么时候才那个好的？好慢呢，先开一个这个吧。嘟嘟嘟嘟嘟嘟嘟。啊，你们过年过得咋样呀？过年过得有滋味吗？有滋味吗？别的模式，我不爱玩。啊，看了我玩就想玩了是吧？可惜我不是在他最好的年龄的时候玩的，就最好的时光。我觉得这个游戏有段时间挺火的，后来现在可能就没怎么太多人玩了，很多人都退游了。哎，能匹配一局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滋味吗？是啊。我是谁呀？哦，我是一个这个呀。玩一个什么好呢？玩主演是吧？没救人味耶。那就玩个救人味吧。救人味，哎，完了。
是的，这是宇航员联动皮肤。祭司吗？一般般吧，就不是那种擅长的位置，擅长的角色，求生。嘟嘟嘟嘟嘟，就是会玩的手忙脚乱的。好的，我先给自己置办一个棺材，上到二楼。监管应该哦，在那边。行，给自己放一下这儿吧，随便放一下。先修个鸡。哎，红蝶，讨厌红蝶。贴个贴纸，吃刀了。但是那边好像有，哎。看不到哦，那边有地下室，那小木屋。陕西还没好。哎，我这次过年回家，真感觉时间过得比之前快。一号密码就陕西好了。而且非常烦的是，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会拉肚子吧？应该知道，我不是拉肚子，就是肠胃炎。我肠胃炎就是因为我那天睡前直播完，睡前吃了一个苹果，然后肚子着凉了，然后就半夜起来又拉又吐，真是非常的难受。对，吃了苹果，因为我想了一下，我想了一天吃了啥，就那一天吃了啥。哎，去救人，想了一下，我就只有睡前吃了一个苹果，因为我白天吃的东西并不多，就都是吃一些很平常的东西，不会说拉肚子那种，也不会肠胃炎那种。想了一下，那晦气这队友过半秒就，对，反正别人都说，因为我当时就想着每天吃个苹果，医生远离我，结果没有想到吃了个苹果，医生见到我，很惨。医生能保一下心理学家吗？这儿了，我得撤退。去看看他们长什么样。啊，有哦，没有那个。你在哪儿呢？哦，你在这儿啊。摸摸他。快摸摸，快点！有人来了。呀，追我呀，不好吧，不要这么暧昧，我死远一点行吗？没办法，你们先修吧。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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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我反身。算了，就在这附近，没关系，他们饿救我就好了。没关系，消失不值得一提。来救一下我行吗？但
但是医生不能持刀，医生没有大心脏好像。嘟嘟落地刀，嘿啊，你自己跟自己博弈呢。好，开，我滚远一点。对，血妹呀，我没了。我最不喜欢就是跟红点打，因为我不会转头。走吧走吧，平就好了。他打双刀也是打落地刀呀，别给他落一刀的机会就好了呀。就你得转头看他，然后你得倒车走，倒车走真的很难。哎，能不能就是多一点那个？哎，贴错了，混合可以。不马拉松给他玩板子啊，那没办法呀，我的任务就是拖时间呢，我玩也玩不过他，我不知道玩什么，我随便玩，有想看我玩就行。红点本来就是不能打马拉松的，可是我不会溜他的话就只能马拉松跑了，拖时间呀。而且玩板子，我刚刚是想玩板子的，结果一闪现过来我就没了，而且我反身的地点也没有板子可以给我玩。小女孩，嘟嘟嘟嘟嘟嘟嘟，我看一下。小女孩叫香，对。他刚刚就是后面才切的传送，开门站才切的传送。他要是在切闪的那一瞬间切传送的话，其实 CD 应该能减不少。这游戏，怎么说呢？就是你六尾修机就好了，开门。你六鬼，你就把时间能溜多少溜多少。然后不要倒在队友的旁边就行了，干扰队友休息就行了。别影响别人在做的事情，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开门站的时候远离队友就行了。看不明白吗？就是这个游戏是四个人和一个人的游戏，就一个监管者抓四个人，然后呢剩下四个人呢必须要把场上的五台机，场上应该有几台机，就是10台，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个机子哈，反正就是要修开5台机，然后呢才能开门逃出升天。在修5台机的时候呢，就必须有一个人要站出来牵制监管者，就抓鬼的，就是一个叫监管者嘛，你就必须得溜他，不然他得去，因为他要抓人嘛，他必须要去找一个人去抓突破口之后再去干扰其他三个人修机，就一个人溜，三个人修机，这个样子。然后呢就会有2次机会，就是你要是打倒了，因为人有2条血嘛，你要是一不小心倒地了，那你就得有队友来救你，就是一个团队协作的游戏。因为这个游戏很考验意识和操作，就你得想办法怎么根据，因为不能语音玩嘛，所以你就得看那种情况下怎么
和队友就是默契配合好赢下了这局的比赛，然后看队友的六轨基本功。没关系，我会边玩边跟你们说的。就是每个角色有自己的技能，这个小女孩的技能跟瑶差不多，就是可以附身在别人身上。可以攒号带双团吧，其实也可以带飞轮吧，带飞轮吧。小地图带飞轮的话会好一些，大地图带双弹会好一些。对啊，不是，大家不明白就说嘛，对吧？这游戏的确不怎么容易理解，就有时候我自己玩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去理跟你们解说，它比较复杂。它看上去是一个人和四个人的游戏，但其实有很多需要明白的东西在游戏里边。就像我现在是在红教堂一张地图现在，天哪，这老头玩电动的老头，还有不同的监管者。哎呀，我要把他的技能用完，不然他会用这个技能刮我。谁呀？我在直播。是谁？哎，老头想划我，但是他没技能。鸡！我的……哦，谁让你关门？等一下，我开个门。等一下，我来了。哎，等一下。看一下监管者在哪，老头儿，一个玩电动的老头儿。呀，等一下嘛，我在那个打游戏，等一下，弹个屁给他。哎呀，我卡了，姐妹们。对呀，我还在直。哎呀，有点卡。我在打，我看不到。呀，等一下哈，小心闪现。等一下，这溜的没到位儿。我坐在椅子之后呢，这个老头可以用他的手机操控其他地方的那个机关去给队友造成伤害。还有刚刚应该是把那个东西，别玩手机了，臭老头。看一下，其实我溜的差不多了，140秒，差不多有1分钟的时间了，卡班救我就行了。你看，他会有这个机关卡队友的位置，这样队友就可能不能卡半救我了。可以，完了，这个先知能不能帮我扛一刀呀？真是无语，因为我的技能没好。但我好在有一点是我没有干扰对方修机，就是队友在那修机，我没有到他对面的旁边的话就可以。你帮我卡位置吧，我远离一下。传送。我不会传到呀，他在往哎，我就在你哎，等等，现在
因为他要守，他要控场，他追我没用，他得控场，他知道机子快好了，他得控机子，因为还有一台机子，哎呀妈，你这动的。画家得作曲家去救，因为我上挂飞，上挂飞最好别露脸。好，走吧。哎，地台机子在这儿，补一下，最后一台机子就可以修好了。然后呢，小女孩附身的话会有加这个修机的加成，修机速度会快一些。嗯，老头怪机啦。因为他前期没把场控好，所以我花了一些时间。你看旁边有这个井，有这个符号，就说明这个老头就在这附近玩电动。哦，你可以躲得好。这个走位，他把这些机子锁起来了，但是他过一段时间就会消失，还玩，人家还在玩呢。呀，你这就你被卡到了，但还好队友在外面新开一台机子，他锁不了机。守不了一台机子，闪现出了，我要去压门。只要队友一倒地，把最后一台机子开的时候，队友就会瞬间恢复血量。开呀，专心破译啊，专心破译行吗？我能点吗？专心破译啊。开呀，哦，他在那边吧，看一下。哦，监管在这儿，怪不得他开不了。没关系，对，他来追我了耶！可是你没闪现，你怎么追得到我？然后你又不来追我了。把门锁起来了，看得出来，这个老头不会玩。一般绝活老头是很厉害的，不是，是因为他追不到人呢，他没逮住我。他佛系还打我，但佛系不会打我的，也不会挂我的。对，就是不想玩的，不想玩了。秒倒就直接卖掉吧，我同意。嘟嘟嘟，拉拉队员，我拉拉队员不会玩，但是我可以随便玩一下。拉拉队员在哪呢？这个号没拉拉队员吗？是不是我没看到？嗯，真没有哎，是不是我没看到？是不是没有？对，抓人的也是玩家，这都是你可以选择玩人类阵营，也可以选择玩屠夫阵营。屠夫的话就是一个人抓四个人嘛，人类的话就是四个人打一个人。不，这种算是不
不平等，就是不是说像王者一样五打五的，它是那种四打一、一打四的不平衡电子竞技啊。玩屠夫，我玩屠夫会被气死，是我，因为我眼瞎，我找不到人。这个地图比较大，我现在是在小门。这游戏有两个门，哎，哭鬼，一个双刀屠夫。怎么判断呢？看这个树就知道他是个什么屠夫了。哎呀，被锁了几只，那我就不猜你数，懒得猜。找一台机子去修路，找一台机子去修路。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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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下机子。哎呀妈！完了，我逛街了，姐妹们。从开学到现在，我还不走呢。我刚就应该等那个机子开。哎呀，逛街了，逛街了。没关系，那我先给自己蹦一下。压克树，压克树就是你走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树给拆了，或者说人来追你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树拆了，免除一次技能，就是你不会被它的技能所限制，但是得注意它释放的球，它的技能就是放树加放树的同时可以加速。然后呢，也有一个额外的技能去追击人类。然后人类现在都在修机，杂技在溜鬼，因为杂技现在被打了半管血了。不错，没带闪现吗？已经溜过闪现时间了。屠夫可以带几个技能，一个是闪现，一个是传送，一个是叫什么，把这个机子的破译速度给减半，这叫什么来着，忘记了。还可以带金身，还可以带狗，可以放狗咬人，还可以带插眼。插眼就是你在那眼的那个视觉那个范围之内的时候会被看到，以及哎呀，气球手带了金身嘛，因为古董和气球，古董和击球手都是 OB 位，但是所以他带精神，明白了。击球手在干嘛？看一下位置。击球手在 OB， 然后呢，古董商也在，取消。你只要不让人把他上面挂上去，哎呀，完了，地下室了，难救。我们。没人带薄命，救不了这个人。薄命的话就是免除有15秒的时间内的伤害，不会倒地。哎呀，你别救了行吗？我去那个摸一下那个击球。哎，为什么选中不倒击球啊？行吧。哎，取消。哎，哦，我摸一下他，人摸一下，因为杂技得卖掉了。走走走走走走走，他不追我，因为我不是残血，不太好追。唉，这全是树，拔一棵。有树的地方，爱哭鬼可以加速移动，所以只能是我去救人。因为古董残血了，不太好救呀。刚刚他们两个不应该去 OB 的，只能去修机会好一点。地窖在这儿。扛一刀，扛一刀。扛到，因为我是满血，古董上残血，所以我必须我去救人。别吃技能，别吃技能，
吗？就是不是因为你的问题所以才赢不了的，是因为这局本来就没有希望赢了。对，他救了也牵制不了，他容易倒地，因为爱哭鬼的追击能力太强了。如果前面那一波他们俩不去一起去 OB 的话，把一个人去补机子，一个人去修机，两个人修机，一个人去 OB， 然后呢救不来那个人就卖了，其实是能赢的，就是能保平的。但他们俩都去 OB 了，没人去修机子，你们懂吗？然后还好，就是也没还好，就是他又正好倒在了那个机子旁边，古董商在修机，然后他就倒在了旁边，这机子是开不了的。走一个没什么好玩的呀，这个游戏，这游戏反正都输，走一个也是输，这种情况下直接投了就好了。嗯，不是，这个是你要是修机子没修到舞台机子的情况下都算输，最多就是你可以没有开门，就是舞台机子没修完，就是门大门是开不了的嘛，但你可以逃地窖，但开逃地窖前提是你必须要修开两台机子，是两台机子吧？对，好像两台机子地窖才会有。然后呢，等最后一个队友，就比如说有四个人，你三个人都飞了，就是三个人都没了的情况下，地窖才会开。OB 位就是制裁监管者，就比如说他有些技能是可以短暂让监管者，比如说走不了路啊，或眩晕啊，或者推他呀，巴拉巴拉的，这叫做 OB 位。嗯，这个游戏的构造就是四个人，一个 OB 位，一个牵制位，一个救人位，一个修机位。哎，对吧？一个修机位，一个 OB 位，一个救人位，一个牵制位。对，这是最好的一个搭配的方式，就是一个组队的一个结构。就比如说刚刚那个古董商和击球手都算是 OB 位，我小女孩算是迁就，就是迁就是牵制位。对，昆虫选择也是打的牵制位，像记者、佣兵这种算是救人位，然后修机位算是像律师啊，你比如说律师。哎呀，这个骚粉丝，修机位是他们有修机加成叫修机位，牵制位是他们的技能是偏向于去牵制监管者的，就是牵制位。OB 位就是有 OB 技能的嘛，就眩晕那些嘛，对吧？就别说了。然后还有什么来着？救人位就是他的技能比较好不被监管者拦截去救人的，就是监管者有时候会拦截嘛，就是会稳一些。我开局可以看一下是什么监管，是一个大牛头，然后就发个信号告诉队友是别救保平在哪？哎呀妈呀，找不到别救保平，找不到，算了。别救保平的意思就是告诉队友这是一个手势屠夫，但他没有啊，就是我不救人吧。看一眼，去船上抓人了。哎呀，他在上面，在床上，船上。你是舞女，快走。但到现在都没追到一个人，看到舞女了吧？可以，他看到舞女了，舞女去牵制咯，我去走咯。搞了半天我都没修到机子。去船上修大船，闪现没打着，还砸了一板子，六呀！但是我也没修机，只能去补一下刚刚
捕女修过的机子。这个屠夫恶心就恶心在他能放夹子，就是放陷阱，可以把人夹住，就跟那种在丛林里树丛里的时候，为了捕捉那些野兽，不会放一些夹子，那种有钳那种几个牙齿的夹子。唉，不被说的容易，不被钩子勾的挺难的。然后他在我底下放了夹子，你们看到了吗？他刚低头了，我不救人。也就是说他在那个这个船下放了一个夹子，就是你要下去的时候就立马被夹到，然后就无法行动一段时间。一般玩鹿头的啊，我吐了呀，你完了完了呀，他把夹子放哪了，我也不好把拿的。哎，我这就是，我虽然不会被，哎呦，救不了了，拜拜。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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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黑心鹿头，我机子没修开，哎，我修开了，还没印象，看一下位置，他来了，你看这里也有一个夹子，来呀。哎呀，我要疯了！你说他会不会放夹子？哎呦，我就说呢，真黑心啊！我真是无语啊！只能压满救我了。哎呀，我好热，把空调调低一点。有只蚊子在我旁边扑来扑去。是啊，不然我是可以逃的。哎，骗到钩子了。呀 ，OK， 可以。我要滚远一点。哎呦，我卡了，好卡，姐妹们。呀。不要打一刀就行了，别被他勾到。OK， 可以开了。不要影响他们。哎，不追我了。转移。看，满地的夹子。但是没夹到这，我真是要吐了。来了，没关系，能赢，能保平，我就随便拖一下时间就好，给他溜溜圈就好了。啊！你们快开门，反正我走不了了。反正我走不了，我不给你，我就给你拖个时间。你走吧。其实我走不掉的，我没有任何的牵制技能。海边门口船中心吗？中心船吗？嗯，哦，应该在小船吧，反正大船没有。反正他不拆夹子，
不是我不踩夹子，他要是过来，他不来追我，也是能保平的，知道吧？三个人他抓不了，除非咒术给机会过去救人。这能平局啊，这个很这个局势看上去就是能平的。因为小门离大门挺远的，他要是把人挂在门另外一个门那儿的话，然后另外一个队友卡在那儿，如果他走，队友去救人，然后过来管我的话，那队友两个都能出去。他要是不管，然后我在这边开门，然后队友都赶过来或者去走地窖都是可以的，都能赢。因为前期队友溜得很好，一开始舞女就已经溜出了闪现，而且还没倒，这个时候就已经能保平争赢了。但后期的话主要是因为没卡半救下舞女，有点亏。先就算了吧。没有这个的话还是有平的，平的就是有两个人逃出去就是赢啊，就是平。然后呢三个人逃出去，四个人逃出去就是赢。然后对于监管来讲的话，他两个人抓到两个人就是平，抓到三个人到四个人就是赢，就是反过来的吧，一样的。对，我不想看，我手机玩先知太需要就是盯着队友看了。看看还在玩些什么。玩个机械师吧。看一下他有没有漆海的皮肤。有诶。机械师是有修机位，他可以生个儿子，就是他有两个机器人可以帮忙修机。但是他唯一不足的就是当队友受伤的时候，他本身的修机速度会下降。谢谢我的猫啥时候能不咬我的拳掌，谢谢你。画家呢，可以啊，等我玩这个下去玩画家。画家的话他也算是迁就位，他的技能就是他看到监管之后可以给监管画画，然后呢监管要是看到画的话就会痴迷在自己的自画像中，然后一段时间但是他只有两个画画的机会，就只有两幅画。是的，不信，不客气。我是六阶的，就是很水的六阶。我游戏吗？还好吧，就平时玩的最多的也就是这个和王者。吃鸡的话下次我有机会可以给大家玩一下，就是我吃鸡觉得好无聊，不怎么感兴趣，但是如果大家想看的话我也会玩一下。散步，我真的我是个很水的六阶，我都是靠队友混上去的，我是个混子。晚上好。哎，是不是快到时间了呀？没到，应该还能再玩一会儿，再玩两局就好啦。和王者吗？我王者是随便租的号的，我是在微信区，我自己玩的话是在微信，因为我一开始玩游戏就是都是用的微信号玩的，当时就没用 Q 号了。现在是七阶顶峰，七阶算是顶级人类。都厉害的啦，我觉得玩这个游戏蛮能磨大家的心态的。晚上好。对啊，电七六阶还行吧，六阶水分也是挺多的，电七才是高水平人类，才六阶。哎，主要是这游戏好像没什么人玩，好慢呢。嘿呀耶。这个游戏玩久了也会变成像奇迹暖暖一样的，就是换装类游戏，因为它的
游戏内容差不多，给大家拜年了。去找了他，好可爱的女儿呀！女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他有没有那个动作？我看看，举止行为。没有那个呀，他没有这个。哎，不对，英雄联盟吗？没有哎，因为我没有电脑，所以我都没玩英雄联盟。我不玩联合，我不玩联合，我不喜欢玩联合，我觉得联合太多人了。哎，好不容易匹配到了一局，没人准备。我不喜欢玩联合，联合太多人了。不欢乐，我自哀人。哀人不喜欢这么多人的游戏。都知道那个，我就是因为当时玩了王者，然后后面没有，也没那个电脑，然后我就一直玩的都是王者，没有玩过那个英雄联盟。哇，不归零啊！这个图，机械师，机械师有两种玩法，一个是卖儿子保自己，一个是卖自己保儿子。王者吗？我喜欢除了打野的位置都可以打，因为打野太累了，我不喜欢玩打野。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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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嗯，那不是，我就是卖自己保儿子的机械师。哪有？伤害是挺高的，他钩子钩到还是那点血，那个夹子也挺恶心的。对啊，我就是无脑玩这个机械师的，因为我队友受伤了之后，我修机修不动，跟废人似的，那还不如对吧，把自己卖掉，然后在椅子上修机，对不对？这个图我不是很熟哈。这是我的儿子，给大家介绍一下。好，我去修机了。好，另外他机子在哪？哎呦，又是这个。行的，我又修不动机子了。为什么小女孩附身呢？在我附近。呀，原来怎么这么多人玩鹿头啊？黑心鹿头，是一刀救人呀！有两个人，两个人受伤，我根本 就不用修了。就是你修受伤的人越多，你看修机的速度就会减得更多。小女孩倒地。追不追？还追记者？
去摸摸小女孩。他等会儿摸摸你吧。继续摸你行吗？摸，哎，哎，哎，别动啊！我吐了哟！明明我能摸你，你还……哎呀，行吧，我的儿子摸你不好吗？偏偏要我来给你摸，我儿子还跟着你屁股后面跑了呢，真是无语。我女应该救不下人了。还差，如果小女孩刚修没修完的，还修完没有？她应该剩全场下应该差一台多的机子，追舞女去了。小女孩，哎，蹲着。哎呀！在我附近啊，不太好吧？又放夹子，黑心路途，还差一台机子啊，有点难打了。再差一台机子。我的儿子快没电了。哎，那边有个台机子，oh no， 哎呀，在我附近吗？哎呀，我救不了人了。我得帮他扛刀。走走走走。因为我没有卡半句，我得保他。去帮他紧摸摸我。但感觉摸不了。哦，你先等等，我最后一点让你摸。我为什么自己跟自己讲话呀？哎，儿子快没电了，所以我得快起来的时候让他摸，不然的话 ，OK， 没电了，我得自己修机。又是摸箱子，现在抢机子。我有自己啊，但是我可以不用我的自己啊，我把自己用了干啥呢？我用了自己，我就没自己了。有点难，两个人受伤，我修理速度有点慢。嗯，哎呀，没了呀！去救小女孩了。嗯，不来管我。他是觉得我修机速度很慢，所以不管我吗？女孩快爬！但是我修机真的很慢。嗯，对不起，我管不了你了。
先走为敬。哎，我怎么办呢？要不咱们投啦，可不可以？哎，看能不能救一下吧。我绕个大圈，不给他恩明的机会。能不能告诉我监管者在不在你那吗？能不能告诉我一声？他不在。走。啊？不走了？追小女孩去了。哎呀，30多秒，难搞哦，难搞哦，没路。救不了，救也赢不了，你们懂吗？只是我是想说随便救一下。还好吧，但他鹿头的追击能力就是比较强啊。最后一局看能不能玩。如果场上是两个人的话，那肯定是就平的概率几乎为零，几乎比较小了，就是也可以平了，就是看队友的基本功了。嗯，还好吧。其实你玩的好的英雄，几个角色都比较好，就是都挺能玩的。下一把玩画家昆虫也行，但是就一局，因为我好像我是几点钟播的呀。我是几点钟播的呀，我是不是差不多就要到时间了。昆虫的话是比较能克制那个鹿头的，就有些角色是能够克制的啊，差不多不到时间了。啊，有呀，我刚刚玩的第一局红蝶不就是带着闪现吗？然后刚刚鹿头上一局的鹿头不就是用传送传到了小门吗？哎，这游戏一局等的太长时间了。因为我租了一个小时这个号。 Yes， 就是一般来说带的最多的还是带闪现，因为闪现的话能够快速击倒人类嘛，把自己的迎面。这个图我玩昆虫吧，我这个图比较喜欢玩昆虫，喜欢带双弹，双弹的话走的会跑会比较快，双弹飞轮新弹什么东西啊？哦，飞单双星。这些什么东西、啊、我你又是什么东西啊？算了，牵制，好，很好啊。这技能就是他的天赋名称
取得让我分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就是蚊子也在我的附近晃悠。但是你没发现它很多天赋带都是一样的嘛，就是有一些小小的不一样，很多都是没有大心脏的。我修总厂，地下室在这儿，说一声。地下室在这儿。什么屠夫啊？哦，小丑，小丑，我是他克星。来了，丑哥，丑哥不肯断句，因为他的技能，如果碰到我的昆虫的话，他就会断句，所以我是他的克星。对，我是啊，怎么就倒了？对，昆虫是小丑的奶奶，还有他还有三大姑六大婆，就比如说心理学家也是，还有那个什么也是，哎，挂我这了，你放心，你挂，我不救人，除非你要踢我机子。那我不修这个了，拜拜。我也不会救人的。不是，为什么说昆虫是小丑奶奶？是因为他天克小丑。因为小丑他的追击能力就是靠锯子，就是靠啊拿这个锯子那里乱冲，冲来冲去，冲来冲去。然后呢，哎，你怎么就那个了？然后昆虫的虫子就是这个道具，就是可以很好的让它断句，就是如果它的句子碰到了这个虫的话，它就会变得跟走地屠夫一样，没有技能可使用。对，他们就是一个克制关系，就有一些屠夫还是蛮能被一些人类给克制的。所以你没看到他刚刚在追我的时候不愿意碰到我的虫吗？因为他手上装的是无限锯，无限锯就是不碰到任何物体的时候可以一直在跑，闪现了。心理学家的话也是他的比较能克制他的。怎么调香师是原定的青蛙，勘探是小丑的爸爸，对，也是可以让小丑断句的。对，小丑那个古董商是古神嘛，很多单刀屠夫的厄运。他补了我的机子，他再去补一下心理学家的机子就可以了。站着别动，我来帮你。哎，我在你后面。他去追小女孩去了。重新开台机子吧。打一个句子放在我屁股后面。地区这个阵容还敢玩小丑，天籁自信。
看来是博弈板子没博弈到吧。我被打倒了，这个我去救人会好一些。他要装锯子了，我去救人干嘛啊？他去管机子去了，因为他知道对我没好处。我就像是个神一样的存在。走吧。哎，那个机子开了吗？哎，是哪台机啊？我们去过那台机子吗？机子压好了，哦，压好了，压好了，压好了。我担心，你知道吧？嗯？为什么没有摸下来？刚刚他。手挂不挂人，不挂的话心里有自己，看他追谁。他要是去追小女孩的话，我可以去救人。哎，他小女孩传我了。嗯，看能不能把这门开起来吧。为什么不去救人呢？因为开门站的时候一般屠夫都是有一刀斩的，就是一下就可以把一个满血的人打倒地，所以一般都不去救人。但好像没到一刀斩哦。嗯，但是为什么就是飞轮也是也可以断句？但是就是担心屠夫监管者有时候会骗飞轮。你守夜还是蛮难溜的，特别是如果你去帮人扛刀的时候，其实守夜是可以一下就是直接拿双刀的，比较好打。嗯，好啦，今天就玩到这啦，我们可以简单的聊聊天，聊聊天，聊聊天。嗯，啊，是吗？我的，因为我没有玩过屠夫，所以其实我不知道哪个比较好上手。聊天吗？聊天。嗯，给你们聊一会天。休息一下，我把那个耳机拔了。正好新的一天啦。嗯。哎呦。嘿，碰到雨女，看碰到雨女就是要看水气的嘛，不然的话就是那种小迷糊喽。哎，对啊，哎呦喂，我今天说好要把我的今天、明天这两天就要把那个歌单交上去了，其实16号那天就要交了。但我一直在拖拖呀拖。反正我最近啊，就是肯定要就是忙主题的事儿，然后其次就是元宵公演嘛，对吧？谢谢我优萨，谢谢我优萨的爹爹，谢谢。就是还有什么？就是还有。有什么？还有我们24号有握手会，大家知道了吧？大家知道了吧？24号握手会，25号我们就要去上海，然后准备拍那个 MVP 的 MV 啦。嗯，然后拍什么时候回来？我猜大概拍个一两天就能回来了吧。
回来的时候应该就要去拍主题的那些封面写真，不过我的主题名字真的还没定下来，我真不知道该叫什么，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我该叫什么主题名字呢？有没有一些灵感给我大家关于春天的那种感觉？真的吗？就真的叫我们有点暧昧吗？我觉得是完全没问题的。我们有点暧昧了啊，暧昧了，暧昧了，心突然暖和了，谁记得今天第几次呢？谁晓得暧昧不停转着，调皮的念头也还不停下车。不要暧昧，暧昧让你可行吧你？你不爱暧昧，怎么真不喜欢？有人不喜欢这个名字吗？春天是暧昧的季节，是的。春天可以暧昧一下的啦，我们暧昧了啊，很好啊，改名叫暧昧让人受尽委屈啊，我这暧昧了你呢，爱姐不暧昧啊。啊，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比较听上去让人很有感觉的名字呢？除了暧昧，今天啊，算了，别今天了。什么？改成萌妹 YYDS 吗？不过这次我真的有计划请不少可爱的小后辈们一起跳一些比较春天的舞蹈，道具笑一笑吧，太阳若是有了阴影大家都会伤心的。哇，天哪，这句好治愈哦，暧昧关系，太阳若是有了阴影大家都会伤心的，这句话很戳窝子，戳心窝子了。最近自决定还有什么吗？笑一笑吧，我没有暧昧，想我的满脑子都是暧昧，暧昧吧，笑一笑吧。春日的期待是温柔和你。哎呀，现在流行长句子的那个名字了吗？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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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呀？慢的，放过暧昧行不行？不行，因为你爱姐是吗？春日里的小熊和你，这个太直白了。笑什么笑？暧昧让人受尽，有点冷，你把空调调高一点。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想啊，对，我想要暧昧，暧昧但不暧昧，这个好。那叫什么嘛？怎么叫 spring 吧？就直接春天吧。与你的84个暧昧瞬间，好土哦。与你暧昧不完。请你。哒哒哒嘟嘟嘟嘟嘟。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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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个行吗？春天，
春天，春天，春天到了嘛？春天应该到了吧？我记得杭州现在春天应该都开那个海棠花了。哦，我那的海棠花开了，你呢？算了算了，怎么越说越像啊？因为满脑子都是那些东西。小美大眼小眼，春天，对，我就不就是刚就是随便啊，就是说了一次呀，梅雨了，30度了，哈，广州这几天还挺冷的，就是还挺凉快的。我们啊，明天暴风雪吗？冷凉凉快，对，我今天穿着大裤衩和长袖出门都觉得有点凉呢。暧昧期，叫暧昧期哦，暧昧期这三个字好听，好听，暧昧期。傲傲风，哦，哦，大家你们先听会歌，我去个洗手间。哎，我回来了，怎么了？易感期什么东西？大家 emo 了？这首歌挺好听的哈，这首歌叫《沉溺》啊？怎么了？怎么突然吓人了？啊？怎么了？什么东西？只打妹什么才戳泡泡，在这都能暧昧起来，你们春天到了。
跟你在一起的时光很耀眼，因为天气好，因为天哇 ，Oh my god！ 天啊，你好会找哟！跟你在一起的时光很耀眼，因为天气好，因为天气哇哇哇哇！请不要随便暧昧，大家，你们在黑屏的同时，你们给我玩暧昧。春天太浪漫了，我想请他吃顿饭，如果你有空可以一起。哇，天哪！太美了，这些句子戳我心窝子，我想请你吃蛋了吧。哇，什么，你现在看着自己的脸暧昧不是？开玩笑了，开玩笑了。有些比较短的吗？想要一些比较短的，因为太长了。哦心跳啊，算了，谢谢新年红包，谢谢心跳频率啊，好土啊，算了，我被自己土到了。心跳频率还有什么？谢谢红包，暧昧短了吧，够。咱们如果抛去暧昧这两个字呢，还有什么比较有趣的名字吗？寻找睡醒的小熊宝宝。好像是这名字有点太六一的感觉，有点六一主题了。咱们还是要就是有种新春的感觉啊。但其实我的内容也不是说非常贴近春天了，因为还是有蛮多比较那个的舞台，就比较帅气啊，比较好看的舞台，就是巴拉巴拉的。春日暧昧，这名字都不敢讲，为什么敢讲话？你跟谁暧昧了？春日将醒，我做你的浪漫复兴。哎呦，不错，多说一点。春日情书，春日情书，有点太浪漫了。等你，直接懂了，直接就要等你，等你，等什么呢？哎呦，等你，在22度的春风里，春天到了，太过敏。能不能就叫等你，等你，等你？哦，我觉得不错，你们呢？3月30日等你，要、哦、不对，不对，这太土了，这叫等你，怎么样？等你暧昧，等你，等你，等你什么呢？对吧？大家就自己去想，等你来见我，还是等你来共赴春天的约定，还是等你巴拉巴拉，对吧？对，在干嘛？等你，哇！等你，等我，等你，等你。我觉得这个不错，等你。然后大家就可以自己想，等你什么呢？等你巴拉巴拉巴拉，等你巴拉巴拉，等你就是这个票务出来了，大家就可以说等你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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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呀。等你变瘦，等，然后等你，等到了啊，要等多久啊？等到你了吗？等，等你说再见，这么 emo 啊？等你，在火锅店，在火锅店等你，等你把330的票送。对，是的，不错，我喜欢这个。等你，等你，等你干嘛呢？然后让人有数不尽的去遐想的空间。可以。有人有异议吗？有人有其他比较好的想法吗？等你，中太期了，等你。
将等你再次相见。嗯嗯，等你进超飞组一队。超飞说大可不必受这样的折磨。可以把自己的名字融入进去就好了。什么意思？就是稳等你盖等你，这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吧？等你，等我的名字，等你，什么意思？等你，你这是说等你后面加你的名字吗？就是等你加 ID 吗？是这个意思吗？等你巴拉巴拉，等你巴拉巴拉。嗯嗯，吻你，土。哦，说到这个，我最近看了一个抖音，他讲的就是很多女孩子就是加了那些，相亲对象还是怎么的，然后就会有很多相亲对象说一些很直男的话，就是很奇怪的话，就是表现出两个人很熟。然后呢，就有些直男就会直接说啊，你今天穿的太土了。然后呢，那个女生就是说，这个土是吗？这个、土是用来买你的。就突然就想到这个了，就随便说一口嘴啦。对，就那个抖音挺好看的，我都在刷里面的评论。就是那个男生跟女生不是很熟嘛，然后呢，就相亲对象不是跟那个女生很熟嘛，然后就直接说你今天穿的好土、哦，然后他说这件土就是来买你的，真是怼的一绝，我学到了，边笑边学，是的，就分享一个搞笑的给大家分享一下，也没有什么其他意思哈。那就等你吧，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等你比那种直接的说什么想你啊 love you 啊那些直白的话好得多，因为它比较含蓄，很有春天的那种粉色泡泡有没有被戳破那种感觉。那边的是导演风格，什么风格啊？哦哦，你是说那个吗？就粉色点就好了。对，大概可以理解成我在春天里等你，大概这个意思。主题的风格粉色嘛，粉色泡泡嘛，粉色泡泡。我这次还打算穿粉色蓬。